问：2020年9月13日，共修会晚香结束到家后，魂体被菩萨带到欲界天宫。观世音菩萨、童儿、月老星君们是掌管娑婆世界男女婚姻的天官。凡男女在一起居住，结合超过一年以上，有缘分的在月老星君的姻缘簿上就算是夫妻了。月老星君，请您给童儿开示吧。月老星君，夫妻之间乃三世姻缘聚合，上辈子彼此之间对感情的付出，在今世姻缘会遇时就会产生出火花，相恋相爱再进入婚姻。至于在家庭里的善恶关系，则要看上辈子两夫妻是善缘大于恶缘，还是恶大于善。月老星君最怕男女之间胡乱淫荡，把自己大好的感情福报给消耗掉，导致自己日后的家庭关系一塌糊涂。信佛的善男信女，若是能在缘分相遇时给彼此之间念经放生，化解上辈子的恶缘，就会减少人间许多因为感情问题而导致的婚外恋、离婚等问题了。如果家庭关系变好了，婚外恋减少，娑婆世界男女邪淫的罪孽以及因为感情恶缘而产生的恶口也会逐渐减少。心灵法门，许许多多的妇女都因为念佛放生改善了自己未来所要欠的情债，减少心灵上的痛苦折磨。观世音菩萨真的大慈大悲。月老星君，另外告知娑婆世界善男信女们，同性恋是违反天地的阴阳运转，不管前世有无缘分，只要同性之间有任何的情欲关系，都是属于邪淫的，扣进福禄寿后就是投地狱堕畜生道了，希望大家好好警惕。弟子马来西亚，2020年9月13日。答：所以一定要当心，男孩子和男孩子之间，女孩子和女孩子之间，都不要过分要好，如果两个人形影不离，时间长了就会有问题，会产生一些幻觉幻想，觉得对方像异性朋友一样。